将登场的这位蒙古族朋友早已成为了场下的焦点，他又有着什么让人为之着魔的魅力呢？我是叫小黑，我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新巴尔虎左旗新伯利格苏木贡努尔嘎查牧民歌手，身份证上的名字叫额日和木巴图。额日和木巴图，额日和木巴图，额日和木巴图。好，谢谢，请开始你的表演。我觉得他在唱天、唱地、唱大自然。对，蔡国庆理解的，你理解的太对了，就是一种意境，有点那个看那种那个3D 电影的感觉。嗯，其实他不再唱歌了，他唱的是灵魂。他应该在叫演奏，但是你的确是用了这个蒙古族特有的一种表现方式，叫呼麦。对对对对，是吧？呼麦好学吗？呼麦的这个中音唱法哈，可以跟羊的这个叫声是可以连在一起的。比如说，我给大家简单的展示一下，好吧？啊，真像。呼麦的高音可以发出马的叫声。来一个。내려서혼자흐림비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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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림비听见两个了吧？听到了两个声音。他那个这个戏的那个高音特别好听，非常难是吧？ 你来一段。
哎呦，好听、哦。这才是我们蒙古族的兄弟，你知道吗？我有一种冲动，你知道吗？虽然今天不适合说，搭档。怎么了？还换人？你怎么知道？怎么办呢我？我作为一个蒙古族歌手，我太希望有一个蒙古的说唱的这么一个搭档了。哎，你教我搭档两句呗？你快教我两句呗，我看看他有没有这个天分。你快救救曾毅吧，要不他马上就失业了。你教他一个简单的。就最简单的就是。因为我曾毅有俩可以，因为好久不练了，他练了很长时间，就练到今天这个水平。我就觉得作为一个汉族的同胞，把蒙古族的呼麦练成这样，我都已经很激动了。但是我看见他，我真的有冲动。我作为一个蒙古族歌手，我没有一首歌是用蒙语说唱的。这样吧，我希望有一首作品，我想跟你合作，我一定要跟你合作。嗯，太棒了，来，让我们来表决吧。好的，好，表决，我们一起吧。我们谢谢你今天精彩的表演，谢谢，给我们上了一课。好，请你留下来。谢谢，恭喜你成为候选人，恭喜你，谢谢 okay, 太棒了，谢谢你，谢谢导师们。小黑用自己独到的呼麦技艺点燃全场。和根植于北方大地的朴素幽默一样，北部唱区的农民朋友用各自极具家乡特色的歌声，在中国农民歌会的舞台上唱出了个性，唱出了黑土地特有的欢乐。欢迎你站在中国农民歌会的舞台上面。美丽的桃源，我的家，水清草美外滩，桃源叫。性别，男生还是女生？我是女的，女的，女的，女的。高粱上来红满天，小儿我送你去远方。你这走着高粱地里，你在装女孩子唱歌，那你这不是引火烧身吗？对的啊，对的。再也不能这样活，再也不能那样过，生活就得坚持好下，想好了你再走。大哥，你唱得太陶醉了，我太喜欢你的表演风格了。我忘抽鞭子了。这个跳得真好，嗓子也好，跳得也好。就你和我的爱，没有什么阻挡这未来呀，冒险他就跟着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这未来呀。跟着二人转结合起来啊，挺好玩的。我不这么认为。回头一家，心想中文，别再装模作样，心想中文，别再假装时尚。爱你的时刻里最心酸雨，谁说我们农民朋友就不能摇滚呢？农子啊哈，You belong together girl 啊，娘子啊哈，一对小凤凰传奇真的就在这诞生了。留下来，通过我的菜，恭喜你成为候选人。哎呀，